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水库，那么水库里面的水呢，已经是非常的浓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的居民呢，也是非常的担心，因为呢，这个地方的水库呢，已经是淹到了家里的地面，而且呢，这个地方的积水的状况，而事实上最深的时候是淹到一楼这么深，而住户趁着空档呢，是来清扫家园。 前一天被撤离的民众担心家里状况，一早返家看到家中面目全非。就是昨天清晨3点多，救援队来把我们夫妻就救出去。哦，它淹得很快，是不是？马上就起来。淹得很快嘛。哦，我车子开进来就出不了了。哦，泡水车了啦。哦，泡水车哦。对啊。哦。那你看那个搬山机，嗡嗡的，尿尿啊。至于隔壁住户，尽管水退了，但清理家园正要开始。 差不多2个小时就淹进来了，淹进来，然后淹差不多多高？腰吧，差不多到腰啊。在台南淹水也严重，有妈妈带着孩子紧急请求里长开车涉水帮忙。到屁股，到屁股，我们家到屁股。哦，对，但是外面更深。 同时，在台南北门区还是淹水严重，国军弟兄也出动用礁筏撤出民众。至于白河，尽管水退了一半，仍有大多的房子泡在水中。大家希望这波雨快停，尽快让家园恢复原貌。大爱新闻王昭忠、高雄、台南综合报道。在关心云林情况也是很危急，多。